孩子之间的感情都特别好，好像就是他可以真正的融入到这个群体里来，就是他自己也比较开心，可以说是交到了一些真正的朋友，然后通过咖啡店过来客人喝茶呀，喝咖啡这些，又做到了一个社会融合。首先企业的初心是一个想把这个从社会上就我们在做的这些事业当中获得的一些利润来扶持到这个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那么刚好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初心，想把这个再反哺到给他们。我的年轻时候的目标是啥？我最初我们那个农村里面那个大山里面，就是直接我是做到的。对培训这块呢，就是针对他的兴趣爱好也好，或者是或者是这些他的就业意愿或兴趣爱好、就业意愿以及这些特长，我们有针对性的。因人而异的进行一些精准的技能培训。